了宣传新专辑《美好的旅行》，举办全省签唱会，还在不同县市亲自写明信片送给幸运歌迷。接下来是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偷我的歌词。夏天在等什么？呼应南台湾非常大的力量。我们来到的是屏东北平旅游局，这里不是北平，这里是屏东。啊，不是重点。它关了，这也不是重点，因为现在是六日，假日，所以现在邮局没有营业。邮局等等。没有写那个